大家好，我是王老师，今天我要讲高音的演唱。我先给大家唱一个高音 High C。我们先用积极兴奋的状态做一个半打哈欠的吸气，吸完气就唱，半打哈欠。歌唱时不要坐喉咙，声带在气息的作用下发出声音，声音沿着咽壁向上向后，然后再往眉心方向甩出去。唱高音时用到较多的头腔共鸣，声音位置要高，在哼鸣的哼点上唱，喉结要稳定，上颚抬起，软腭上升，上面像一个圆顶空间，就让这个气充满在这个空间里。气息的压力要比中声区大，所以歌唱时要增加腰腹部的力量，在顺畅发声的同时，声音越高，声音的通道声线变细。一旦你掌握了高音的演唱技巧以后，你的音域会有所扩展。在演唱歌曲的曲目范围上也会更广阔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